我们开会之前，敬拜之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这边我们父神，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。我们用我们的心，我们用我们歌声来赞美你，因为你大大的吸引我们。主说不是你安排这样的场地、这样的时刻、这样的设备、这样的人来吸引我们，我们真的是迷途在外面。但是就因为你的引导，我们就来到这里，我们愿意亲近你，因为你有满满丰盛的爱来爱我们，对我们不离不弃。我们实在要说，主啊，我们愿意一生奉献你，一生跟随你，一生在你里面真的是享受你的荣光。主，我们真的是要大大感谢主，你就带领我们在彰化、在台湾、在这个地球上，你就让我们平安的度过过去每一个时刻。风在来临，你庇佑我们；太阳再大，你让我们真的知道你的光耀在哪里。即便是不下雨，你仍然是眷顾我们，也供应我们的需要。主，我们在这里真是要感谢你。主，你引导我们的脚步来到这里，为的是更加亲近你。你透过不同的方式、各种不同的管道来喂养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得到饱足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到这里。但是我们也想到，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，当他们身体有病痛、心里受苦难、不知如何的时候，主，我们的话语真的不算什么，但是我们相信你是他安慰的泉源，你的话、你的爱就能让他们心里得到宽松，病体得到医治。主，你更安排好的医生、好的朋友就在病痛的旁边，能够成为他们的安慰。我们也想到开学了，中小学生已经开始上课两个礼拜，大学生也陆陆续续要开学。祝就让这些青年学子、这些小孩子在开始学习的里面没有惧怕，只有勇往直前。那最重要的，主，你就帮助他们知道怎么样的来依靠你的圣灵，当他们在生活的过程的里面，在读书的困难的里面，当他举目、当他举手来向你祈求的时候，你就充满他智慧，好让他的能力是足够来解决这些困难。主，你也为他们安排好的环境，不管到达哪里，天涯海角，也都有你的慈爱在那里招呼他们。团契成为他们好去处，教会成为他们的庇护所，让他们在那里得到安心。就当然，我们也有新毕业的弟兄姊妹，让他们毕业以后要找工作，要从事各种的职业，就我们也与他同在，好让他们真的是在人生另一个阶段踩出那一步的时候，主是稳定的。我们仍然要说，主，你的慈爱跟随他，他也知道怎样来追求你。主，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大家心情愉快，也来到这里一同赞美、一同追求、一同感恩。我们在这里聚会真的是要恭恭敬敬交托在你的手里，就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充满在这个会场的里面，好让我们在这里所听到、所想到的真的是满满有你的慈爱跟力量在里面。我们这样祈求、感谢、恭敬交托在你的手里的时候，你要说阿门。我们这样祈求、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，哎，接下来我们